王爷，王妃是被冤枉的呀！我真醉了，他在给你戴绿帽子呀，还人证物证俱在，我还说我有呢。我和银翘就是人证，物证就在这儿。我刚看有个男的往他那里塞东西了，你过来。哎，这脉象不像病人的脉啊，他根本没病。顾姐姐，范儿有什么不合你心意的地方，姐姐明说就是，婉儿肯定改，何必如此污蔑婉儿清白呢？你这脉象，婉儿的身子，婉儿知道，老姐姐挂念，只是我，婉儿，闹够了没有？罚你禁足三日。母亲。婉儿怎么样了？气急攻心，小姐略有些凶险，需要顾小姐的血来缓解。王爷，这……我与你同去。顾小姐，苏小姐需要您的血入药，还请行个方便。顾明烟，你我之间的交易你要反悔吗？段成轩，我告诉你，就算我的血流干了，你小师妹的病也不会好的，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他就是个骗子。你只需信守承诺就好，其余的无需多管。我是医生，我堂堂医学世家，他的病我难道看不出来吗？顾明烟，你不能反悔。我为什么不能反悔？我们离婚，不是，我们和离。不可能。母亲，去去。顾小姐，得罪了。